很感恩呢，这次承担我们无量义法随诵的地标窗口，无量义法随诵呢，让弟子们呢能够大家心在凝聚，而且和和互协来完成这一次的任务。第一个步骤就是说，那你地毯的问题了，本来是用灰色的地毯啦，那米色那个是我跟钟白上买的，灰色的一码要70块了。好啊，但是咱这个米色的话，十块尔，因为咱是进士教奉啊，克勤克俭啊，所以那当下有没有跟大家讨论，就结果就是用那个米色那一块呀、啊。啊，结果真破了一阵路哈，就这中央是这个，师兄这个有点滑嘞，之后再补强哈，那就 OK 了。那当他们第一次来彩排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像我？很松软啊，但是大概。各几方面哦，嘛较袂疼。我们在做地标的时候，我们画好地标、贴好地标之后，还要加上每个人的地标号码。我们本来都是用手写的，可是我们经过几次彩排，好像这些数字都已经被裁掉了，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和美的一位师兄，因为他开印刷厂，我们就把每一幕的地标，做成2公分、5公分宽，然后颜色就到我们的地标线，去设计，让师兄师姐很容易找到他的定点。看到地标的石像啊，真是很欢喜，也很感动哈，而且。号码呢，都不是青菜哈，地标大大的就好，还要呢，在每一位啦，亲像用身份证入户同款哈，非常的感动与赞叹呐，而且呢，真正的在台上，那一步一脚印呐，都是呢。举手动足哈，都是汇合起来了，是那样的真诚美好。真正是，刚才一直跟您讲哈，是真诚的心，每一位都是真诚的心啊。那从几十年呐累积来的善的经验，也已经展现在这个地方哈。但那种的汇合起来了，真正是世间的语言吼，只是会当讲真以善而美，才很婉转表达出来。听听大家的分享，也有呢，年轻十几岁了，就这样的用心，而且呢也是很贴心。配合的是姑们呐、啊，全场呢如何去彩排？他们也要读书，应该有功课。还有呢，这样年轻的有上班，也都是呢把时间呢、啊、安排得很好哦。总而言之啦、啊，每一位菩萨这样的搭配起来。让我感觉到，过去我常常说，我对现在人间呐，实在是有一点呢无力感。可能过去你们常会听到我说很无力感，可是现在呢，给我很大的鼓励的力量。虽然呐。年纪也大了，那当然身体也不如从前了啦。有时阵呢，会担心未来的人间呐、啊，不知道要会什么样的人间的生态，瓷器的传承呐、啊，是否能如我在的时代？
这样的，大家一直一直呢用心传承，那一直呢真正的为人间社会的付出，是否会如现在？这都是呢，我感到一行的担心。现在呢，不担心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也已经呢，看见了，很安心了。因为呢，这种子啊，每一粒的种子呢，都是很饱满。每一粒种子都很饱满。那这一片大地呢，真的是很肥沃。这一片土地可以再栽培更多更多的人，慈济世界啊，真的是很善美，所以很感恩呐、啊，菩萨们用心耕耘，大家人都是真用心。佛陀说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没有年龄的高低，大家共同的那一份的佛心呐、啊，菩萨行呐、啊，都是呢可以合起走入人间。这是2000多年前佛陀呢对人的信心与期待，《无量义经》都是呢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很正确。只要对于《无量义经》好好的用心呢、啊，深入我们入经藏，可以用美化人生呢、啊，广度多少多少人哦，这个全球，只要他们手一指，都可以呢看见现场那样的正奇美哈，举手动足。佛法呢，似乎真观真拼命地在讲，那也无法跟这一场。你看那样的整齐，那么多人呐、啊，这多么摄受人心啊！这对人的心哦，那样的摄受，真的很有力。所以我很感恩，几十年的一次一次。用心说法，这一回呢，看到了法在人间的真诚之美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所以讲吼，供养大家都说啊，我都是用安尼表达来供养师父，这款的供养呢，是最真最切、很真切啦的诚意的奉献。我已经感受到了，也是呢，感受到了全球同一个时间那样的感动。上人，我们愿意化身为慧金宫，我们要点灯照路，感恩上人啊，感恩啦、啊，感恩说不尽的感恩呐、啊，所以。大家这样的花心立愿，要环环相扣，不断的传承下去，期待这样的汇合，唔通去好黏去。有一次听到师公开示说到，慈济人士不知道几百世，慢慢慢慢掏筛出来的粒粒沙金，很珍贵也很厚重，我就觉得师公您那么伟大。我们何德何能可以让您形容为这么珍贵的粒粒沙金呢？师公您抓住我了，就像这句静思语一样，只要缘深就不怕缘来的迟，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。我找到路了，我因为入经藏找到了与师公的缘，所以我会在这一世把握因缘，好好跟着师公行菩萨道。我发愿想要到国际赈灾。那因为入经藏，我认识了好多好朋友们，
目前也已邀到15位的年轻人，大家一起来参加志工培训，真的觉得一切都是好因缘，感恩。总是举手动足啦，无不都是善的接引哈。我看到讲哈，全家入金藏啊，父母亲儿女呢都一起，真感动啊！感恩大家，年轻人呐、啊，未来的社会哈、哦，年轻人呐、啊，更要多用心，把《法华经》的精神，还是呢同事度。刚刚也听到了同事互相修修，是吧？就这样的因缘，还是继续的。所以大家要用虔诚护法的心态入金藏哈，不是干那一回两天，随时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道场。